找唐总。你好，你有预约时间吗？莫非是唐总叫你过来找他的？没有，是我来找唐总。啊，他正在开会呢，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这是上次他给我的员工证，我以后应该用不到了，麻烦你帮我还给他吧。你是要出门？嗯，去法国。这段时间谢谢你和唐总的照顾了。别那么客气。祝你一路平安，照顾好自己。嗯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你的意思是说你马上要去法国了，所以以后咱们俩尽量少联系，是吗？日子是很平常的过，回到家了以后只剩下寂寞，幸福的还是有许多，知心朋友一个两个，而漫漫长夜里还是会想起你温柔拥抱着我，不知道。那你在这儿干嘛？下班我回家大惊小。不是，他要去法国了，他马上就走了，今天的飞机。莫凡已经去机场送他了，你快去啊！一看就不知道，哼，大傻子，还好我告诉他。我坦然地面对我不堪一击的软弱，他陪着我。怎么形容？女士你好，您的行李超重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出门前我在家称好的，刚刚好，不可能。你是不是算错了呀？不会的，我们已经称过了。不是，美女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再重新帮我称一下呀？我真的确实在家里称好的。我不可能超重啊！你看上面都已经显示了，你自己看看。是不是你的秤有问题啊？我家那个秤很准的。不好意思啊。您好，你也去巴黎吗？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
轩哥，你到了吗？怎么了？那个夏总说。刚才啊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！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记得我明明在家里每天称，每天称，那个秤就没有超重，为什么到他这就超重了？反正太感谢你了。到了巴黎啊，我一定要请你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叫米多多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莫非。莫非，哎，你一个人吗？我们一会儿进去吧。莫非。我说你慢慢跑嘛，你看你出了一身汗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，记得把家照顾好，还有我的鱼千万别忘了。知道了，好了，快走吧，都弄好了吗？走吧走吧。怎么了？找谁啊？